来，同学，晚上好，好，晚上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是游山，而且呢，它在萌芽的阶段呢，各位看一下，哦，这是在萌芽，有没有？其实它球状的萌芽呢，非常的美，好，非常的美。尤其我们在创作台湾游山，好，特别要注意一下，啊，因为它的叶子呢是整个有一点长条形，但是呢又不是针叶状，所以我们就很清楚，游山呢它长出来的那一种球状体的，好，球状体的萌芽非常的美。好，给各位欣赏。像这个刚刚讲了刚萌芽的一个现象，有没有那么小？然后呢，它会有一点橘红色，然后再次的让它哦有一个小球状，然后带有一点点秋香色的味道，哦，橘红秋香。那个感觉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探讨游山啊。然后各位同学，哎，签到在留言处签到一下哦，哈。再来，萌芽第二个礼拜。它就渐渐形成，哦，枝叶快速要整个萌发出来的现状，啊，我有三个阶段，从小的萌芽到达比较大，然后到达快要生长，大概都间隔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探讨台湾，我们台湾盆景呢比较少的游山，好，台湾游山。你台湾游山呢，早期在保育的当下呢，很少人敢拿出来创作，因为怕被我们相有关单位呢认为我们在破坏它。其实呢，我们在育养植物呢，就是要希望把它培养更好、更健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盆景的创作领域里面呢，希望在当有的稀少型的盆景，我们尽量都可以把我们该种植的这些绿色植物啊，那个同学讲了哦，绿色植物看了心情就很疗愈哦，没有错啊。所以你当开始种植它了以后，每一种树种你都要去了解它的特性，了解它的特性而后呢，就可以好好的去把它培养得越来越健康啊，越来越健康。再来，它越健康，我们来扦插或者繁殖它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很容易就会成长？它很容易成长呢，就会把这些比较难得的树种，哦，开始可以变成量化，哦，量产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保育类的慢慢就在我们手上可以复育成功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盆景界对各种植物，哦，挑战高难度的。这样子的创作呢，将来对你来讲，你要成为绿手指就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一种台湾游山，它本身的根呢，根系，先给各位了解它的根系。来，这是它的根，有没有觉得它蛮胖胖的？有没有？好，你就很清楚哦，它的根长成这样的时候。胖胖的，哦，我不用把它的土拿起来让你们现在看它的现状，
你们就知道这一种植物它土壤的排水要不要好一点，一定要好。好，土壤排水好，它的根系整个的生长就会好。为什么要土壤排水？我们看到它的根胖胖的，表示它的根比较粗一点。比较粗的话呢，我们用的颗粒要大一点，大一点排水就会好。啊，排水好呢，就利于它的整个的生长。台湾油杉为什么早期那么难生长？因为种了以后，很多人都没有去管理它土壤里面的排水功能好不好，所以呢，导致很多油杉长到某个时间点，土壤开始密集，它的根没有办法去生长的同时，就开始会萎缩，外面的皮就开始会腐烂，腐烂了以后呢，它里面的细根，好、哦。外表的粗根保护里面的细根，里面有导管跟筛管要供应上主干上来的，所以这样子的生长，你就知道它本身根一烂掉了以后，里面的供应系统就会怎么样，被破坏掉啊，被破坏掉了以后，当然它的存活率就会不高。所以早期的台湾油杉被大家誉为保育树种，就是它长得慢，然后没有了解到它的土壤、哦、排水功能要好，所以很多人都种不成功，它的原因都在这边。啊，现在知道了它的根系肥，然后呢排水功能要好，才不会积水，根的表皮不容易腐烂的话，它就会茁壮生长啊。当茁壮生长了以后，将来它在成长的过程就很快速哦。它如果在一个排水性良好的土壤，很快在生长的时候，上面的枝叶就会很快萌发出来。你们看到了这一个都是在老师的手上萌发出来的，然后呢又长出新的芽点出来了。好，这就是告诉各位，在理解不同的树种的时候，一定要了解它的根、哦、粗细，要给的土壤颗粒状要大小，要知道，知道了以后什么时间点给水，观察表面土壤干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要浇水。所以呢，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探讨的，像这样台湾油杉它的排水功能要好，然后呢根粗的，你的整个浇水过程，表面土比较大颗粒以外，浇了水以后要观察，观察，哎，表面土达到六、七到八分干的时候，才可以再浇水。这样子的话，导致于它的表皮比较不容易腐烂掉。好，所以在台湾油杉的照顾管理上面呢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让它60%-80%的干再浇水就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知道了它的特性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干才需要浇水？我们看到它的叶子，好，如果说你手上自己台湾油杉，好，自己摸起来它的叶子是蛮厚的，蛮厚的呢，它本身的蓄水能力就还不错，所以呢达到6分-8分干的时候再浇水，它整个成长是不会停滞的啊。所以请担心的是不要给太多水啊，不要给太多水的用意是8分-6分干的时候才浇水啊，记得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知道这样的过程以后，知道这样的叶片，然后呢你开始要帮它做打理，就要整个在理叶的时候，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芽点。好，对，没有错，郭同学说已经听到了，今天所探讨的是台湾油杉啊，已经写上面了啊，很好，那我们就开始
帮他做理叶创作枝干、哦、要怎么样理枝，这些叶子呢被一拔就下来，有没有、哦、往下，只要它成熟了以后往下拨它就会下来，但是你的手也要到位，看着手要抓住末端，然后呢慢慢的一叶下位叶一叶一叶的慢慢的拔，如果、哦、它没有很快速的被你拔掉的话呢，请你就用剪刀去把它做修剪叶子的动作。好，修剪叶子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了这个，我们把下位叶拿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它最美的要呈现出来的，像它拉那么长的枝干，你要怎么样去分枝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分枝是我们盆景从一画二，一画二所种的一个分化的带枝，好，所以我们要修剪，剪到哪边都 OK 吗？不是，看到它这一棵树，我们看到这一棵树呢，大概在我们往后要呈现的比例上面来讲，它是一个总长会达到二十几公分的一个树形高度的一棵盆景啊，所以呢我们尽量留分歧的大概在五公分左右，让它一画二，好，五公分左右让它一画二去呈现。所以呢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在整个修剪的过程往上大概五公分的位置，在这边做一个修剪，一修剪完了以后呢，它会在每一个芽点萌发出新的我们看出来的芽点。好，来在这边给各位欣赏一下，这里就萌发出两个芽点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好，我把它旧的叶子拿掉，让你们看到它整个芽点生长的状态。好，我先把这些细细的枝，好，我先把它拔掉，好，拔掉，让你们再靠近一点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这些呢细细的芽点我先把它剔除，让你们看到这两个芽点怎么样生长出来的。啊，如果你在拔的过程呢遇到哎好像拔不太下来，请你就用剪刀，不要硬扯它。好，硬扯的话很容易就会把它的表皮扯断。好，然后这样子让你们看啊，这一点呢我把它拿掉好了，这样你们会更清楚。还有这边还有一个小芽，好，我也一并的把它清除一下。拿得下来的好，用手剥离，拿不下来的用剪刀修剪，好，这样才不会受伤，让它受伤。因为呢我们每次让它分化出我们要的。好，好，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两个芽点，有没有？这里一画二，一画这两个好像仙人掌的样子啊、哦、好像仙人掌的样子，让你们看清楚一点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上来画两个芽点出去，让它长长了以后，长长了以后就会变这样，每一个点哦，就像仙人掌的这个头就会长成这样往上延伸，每一个小个针叶性的叶片就会长成这么大、哦、所以不要让它该，你看这个点大概在五公分左右，
五到七公分，让它分化两个点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其他的呢，我再继续把下位叶拿掉，让你们看到它分叉的一个阶段，啊，让你们知道一下油杉的特性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每次呢，我们剪下位叶呢，大概剪到五公分那个位置，上面呢就先不要去搭理啊，先不要去搭理。好像这个也是一样，好，我这个呢还是用拨的啊，会快一点。哦，它的整个的生长呢是从三四五，哦，好，我一个一个让你们清楚一点，我都拨到五公分的位置。好，这个也是啊。那我们给各位了解，好，刚刚萌发的芽点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分叉的点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你就很清楚，它的叶子长得是有对生的状态。像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要选枝，要帮它做选枝的动作。然后这边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一枝往上延伸的时候对生，对不对？当然要剪掉这一枝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或者这里有一枝留它，或者要留它，你们自己下判断应该是留哪一枝。从这个分歧点往上延伸，遇到第一枝往左边，在往上的时候就要留右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帮他做分向的一个修剪啊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看到这里上来左边，再往上右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往上才主要的生长点，然后这边呢又修剪，又让它分枝。如果你不剪，它是一直生长，这个往前一直生长。好，油杉是会这样子的。好，阿嬷也来报道了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开始帮它做理枝的动作。什么叫理枝的动作呢？就是让它一枝分两枝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枝出去到那边又分两枝，这边又分两枝，一步一步的往外延伸，从一个点到线，然后分化到面去做分布，这棵树呢很快就会茂密起来啊。油杉也是这样做，针叶性植物呢也是这样创作。哎，这样有没有很清楚？很清楚了，那我们开始修剪好不好？一样好，每一只这个已经理好了，然后呢下位留五公分，把它清空，没有叶子的啊，这样就 OK。 再来这一边换另外一侧，一样该有的啊，我们稍作修剪，然后呢再将下位叶再拿掉一些。好，如果呢你经常有观察到植物它的整个生长，该什么时间点去做输叶拿掉下位叶的动作，你都有做，你在创作盆景病虫害
到达你的树上面来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。好，其实呢，我们那么贴近，然后呢，帮叶子做梳理，梳理完了以后，就开始去做铝线的雕塑。哈，那我一步一步的。好像这个还没有到，对不对？只有分化出来以后到达两公分多，这个大概也有五公分，都这个都可以，只有这一段还不行啊。然后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一只都要稍微做一下整理。那整理好呢，等一下给各位。这些算是很简单，我们在预留的一些枝叶啊，预留的一些枝叶，所以呢还不需要你来选择啊。等一下要选择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啊，再来彼此呢分享一下，跟探讨这一棵树呢应该怎么样去创作会更好。好，这一个第一个单元。比较简单一点啊。好，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线上教学。好，在线上教学呢有很多，如果说看的不是很详尽的没有关系，自己稍微意会一下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意会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呢我稍微做了两个方式的梳理啊，很简单的一个梳理，梳理完了以后呢它很清楚呈现出来了。在这边呢会分成1、2、3、4四个支点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这里这样会不会觉得太多了一点？好，其他的都是1、2、3，最多1、2、2个，这里1、2、3、4个，那四个呢你们会觉得太多，对不对？我们拿掉一个，好，拿掉一个，拿掉最下面这一个，好，它的空间就会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们也觉得会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所以呢每一个枝条上来一画二最好，一画二，好，画最多最多画到3就好，不要画到4或5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除非它拉长再分化出去就 OK， 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两个刚刚好，好，三个也可以接受，因为刚好走的方向不一样，可以的啊。如果四个就太多了，所以呢我们在理枝的过程最好，你看哦，最好是一画二，这两只，好，分两只 ，OK， 一画三 ，OK， 一画四就太多了，啊，好，那这一颗呢，小小的，我们已经帮它梳理完毕，它枝的分布已经一慢慢分化出来，张开了，张开到面的一个布局。好，这个就是以后我们再用铝线去调出它的高低落差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尤其我们先礼拜三这一班呢是高阶，高阶呢我一讲要调高低落差，你们都听得懂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有191个朋友，好，线上的同学在观看，所以你们应该都听得懂，整个点到线到面了以后这么
分化出来的枝干，我们称理枝，好，把它的枝干打理出来，打理完了以后呢，再用铝线去雕塑它的高低的落差层次感出来就可以，好不好？那这一颗我们先在这边做一个完成，下一棵树继续让你们来品味一下。好，这一颗来了啊，这一颗呢比较怪模样一点啊。怎么样叫怪模样呢？你看它的根在这边转折啊，然后我转一个方向给你们看啊，它的整个枝干你们看一下，主干啊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延伸。好，一样，老师呢先把一些枝梳理一下，等一下让你们来选啊。好像它这里呢已经自己分化出一些小的分支出来了。好，我这里呢稍微理一下，再让你们来抉择它该怎么样留，它的空间会好一点。好，每一个阶段我在创作的过程都会有一点啊，会留下一些伏笔啊，让你们来筛选一下。尤其针叶性的植物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啊，寒带型的植物。哦，它油杉的细嫩枝呢长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脆弱哦，所以呢等一下你们在筛选的时候呢，请用心的看一下，因为呢你们没有打理过，老师现在梳叶的时候，这些细嫩的芽非常的细嫩啊，细嫩。好，在这边呢这个状态要给各位先看一下。好，这个长长了以后，这里长出新芽，我把旧叶拿掉了，新芽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我问你们，这一只现在有五个新生芽长出来的分枝，我们现在要理枝，要留2个或3个，觉得这一段留2个芽点的写2，这一段要留3个芽点的写3，好，写3。
啊，其他的我再慢慢的梳理一下。每一个分支呢，只能一化二，或者要一化三，好，会比较好。二的有，三的也有，二的，好，我看二的多还是三的多啊？看，再看一下这一段哦，大概这一段呢，我们从分歧点到这边呢，大概在十公分左右，哦，十公分左右。跟它的距离是有相关的啊，跟它的距离是有相关的。2233，好像写三的人比较多哦。好，其实呢，我们看这一棵树将来在创作的时候会创作到大概三十几公分的啊，三十几公分，所以呢，这一段十公分的话，留你看下位这一段啊，这一段拉的比较长，有没有拉的比较长？所以呢，我们留三个芽点会比较能整个生长的空间才能补满啊。好，那我就修剪了啊，我修剪了。第一个芽点留在最下面啊，最下方。第二个芽点呢，跟第三个芽点有一段距离，再分第二跟第三，所以呢，中间这个就会拿掉，第二跟第三要再末段一点，所以三个芽点最适合啊。好。那我再请教各位，现在呢，我在分叉这个阶段，大概在12公分左右，这一支12公分左右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盲点，什么盲点呢？请各位稍微观察一下，这一段，哦，有7公分，这一段有7公分，中间都没有分叉出来的芽点，所以呢，老师特别留了一片叶子在这里，留了这一片叶子。好，这一段留了这一片叶子在这边，只要是针叶性的植物，有一大段没有长出芽点的地方，请你要留一片叶子，让它有一个回路循环。在回路循环之下呢，很快速，在这个叶子的芽点的上方，就会萌发出我们要的芽点。这样知道了吗？好，所以我特别留了这个点在这边，再留这个点，再留末端的一个点，所以这里有四个萌芽点，好，有四个哦。这里一、二、三，有一个小的四，所以我会剪掉两个。
我会剪掉两个，只剩下这两个，这两个，然后呢，还有底下的一片叶子，好，逼出这边长出新的枝条出来，好，所以这一段就不会太空虚，好，要记得。好，我在搭理这边，再让你们再来筛选啊。如果呢，每一个生长的点距离够远的时候，都没有分化出我们要的芽点的时候，我都会留一片叶子或两片叶子在那边等待，等待新芽长出来。好，还有位置不对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逼出它的对的位置的点，去长出该长的芽，去做生长分化枝的一个啊供应链。然后呢，在留叶子的状态之下，你要看一下那一个点呢，长在哪里是比较好，好，要稍微去关注一下，好，不是说哦，只要随便留一个点就好，它也是有，因为树干是圆的，你要留哪一个方向性，好，很重要。还有一个重点，你们在放置这一些被我们梳理掉剩下新的芽点啊、哦，你看哦，我们看到这一些都是新芽，对不对？我把旧叶拿掉了，剩下新芽，你们在放置它的位置要记得不要全日照、半日照，第一个半日照的地方，第二个适用于针叶性植物，没有错。好，第二个放在哪里呢？不可以闷热的地方，不可以有焚风的地方，好，要很清楚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这一个新的芽就不会被热效应造成它萎凋。好，所以有些时候你打理完的这一些枝干，好，只剩下细叶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存放、摆放的位置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因为呢，我们把旧叶拿掉以后，这些嫩芽，好，很容易，如果说太闷热，如果我把放在我这一个棚架里面的温室里面，明天大太阳一来，这个棚架里面的温度是不是很高？很高，这一些新芽就会开始萎凋，哦，所以要小心，它要拿到通风性良好的地方，有半日照的地方，它就会茁壮长大，啊。湿度要够，好，湿度要够。好，所以在打理这些针叶性植物呢，啊，也要用心一点。像这一只，它都没有，好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，我这边弄好了。
好，尽量分化好的枝，我们理枝的方式呢，尽量让它的枝有生长空间去做延伸。好，平常在家里面有的话，针叶性的植物呢，现在呢，今天就可以拿出来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有不懂的呢，就可以拍照哦，让老师看一下。那你们创作的过程就比较不会，有一点点生怕他创作的不好，所以网络上面有这个好的机会呢，大家就一起来，好，利用这一次的机会，好好的把自己的手法练好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把它该处理的都处理好了。好，只有几个点，这一颗它的新芽，好，所剩的只剩下新芽，只有这一只，好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一只只有这一只有旧叶而已，然后这个旧叶呢，你看这么长，大概有到7公分的位置，我留这边，这边一片叶子，旧叶，然后上面一丛叶子，旧的叶子，其他的都是留下新芽，像这样的状态之下，请记得，对，嫩芽放在通风性良好的地方，半日照，湿度要够，很好啊，同学啊，把它整理出来，这样就对了。然后再来，它长长了以后，再开始用铝线去雕塑规范它的位置。这么细致的新芽，请不要雕塑，好，要记得，好，所以这样的打理，好，就是我们游山，好，游山该打理的现状，尤其现在又是梅雨季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些时候早上温度是不是很高？然后呢，热度又够。如果你拿在通风性不好的地方，又闷热的时候，它的所有的芽就会枯萎掉了。好，所以特别在这一次比较冷门、比较少人种的油杉，这一次特别在高阶的这一班跟你们分享，让你们在创作它比较不会失败，好不好？那最近呢，一定要记得湿度要够，半日照，通风性良好，让整个的生长变成茁壮长大，啊，那就比较没有问题了。我们再看下一颗，像有很多的朋友，很多的同学就会想说，老师，
那我先不要打理的这么彻底，不留下所有的新芽，可不可以？只是把夏威夷拿掉一些，让它还是继续做一个老叶跟新芽的一个一起生长。然后呢，我想要一致性的去雕塑它，不要再等，哦，等它新芽长出来以后再去雕塑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可以。如果你觉得你这一棵的形态已经有一些哦雏形了，然后你想说，我只要把该拿掉的，既然老师讲，我们今天来探讨的是台湾油杉的理枝嘛，我把一些不需要的枝干修剪掉，然后呢，有一些该往前长的那些老叶，我把它留住，用铝线规范出每一个枝条的角度。我不需要把它雕塑到末端嘛，只是说主干延伸出来的要枝所呈现出来的角度，哦。请问刚刚答案二还是三？哦，三，好，三要留三枝，因为长度够长的话，留三枝比较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颗第三颗呢？好，第三颗要把该有的点去修剪出来就好，不把它的老叶全部去除掉。好，来这一颗另外一个做法，我们拉远一点，让你们看得清楚。好，拉远一点。好，我今天这一颗呢，做另外一个方向的修剪啊，修剪。主干分支，然后不需要的点就把它做清理修剪掉就可以，把延迟到好的下位叶拿掉，让每一个分支清楚就好，不用拿得这么干净，不用拿得这么干净。这一颗呢，我就是这样的操作，末端都是留一丛的叶丛，一丛的叶丛。好，你们这样从镜头上面看到老师的修剪，会比较清楚我在打理些什么样的状态出来。静静的欣赏就好，静静的欣赏。老师这边没有放音乐，你们自己放你们的音乐啊。我把镜头矫正一点，把它正常化。
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在线上陪伴着大家一起来玩盆景，赏玩盆景，好不好？啊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就在线上留言啊。然后我们的团队一定会给你答案，除非比较高深的啊要我回答，主编呢就会告知我啊，然后呢我再来回答就好。好，这边呢，我先留一个，等一下呢，让你们稍微看一下啊。该分化的点
啊，要留置清楚，将来它整个在生长的过程，就会依照你帮它设定的点去做一个方向性的生长。好，有特别有在弯处出枝的呢，也稍微修剪一下啊。那将来它在分化角度会比较美一点。太小的我们就不搭理啊。好，这整个飘卸下来的枝条，我已经顺化的完成，好，顺化的完成。再来呢，这一边 OK 了以后，我们开始打理往上延伸的。好，凹处不出枝，要整理好，一步一步的修剪。然后呢，也是要往下，好，拉下来看一下这个生长的点在哪一边，它的整个的方向位置才是对的啊。其实呢，时间留给自己，慢慢的去品味艺术性的创作。